另一位女神维斯提内心生嫉妒，令阿尔泰亚服下堕落之毒，让她沉睡不醒。可维斯提内仍没有停手，他创造了暗影龙来毁灭阿尔特里亚。守护阿尔特里亚的古代龙和混沌龙使出浑身解数，奋力将暗影龙击退，但代价是古代龙与混沌龙相继倒下，而龙的力量之源宝玉也碎成了好几块。多年过去后，一块混沌龙的碎片觉醒归来，黑龙卡拉斯在世界中横行，人类的灭顶之灾又将降临。为了把世界从恐惧中解封出来，我和古代龙宝玉中诞生的阿尔杰塔一起出发前往黑山，倾尽全力与卡拉斯一战。然而卡拉斯不是人类能战胜的存在，最后我只能舍弃人类的外表，与卡拉斯一决胜负。亲眼目睹杰兰特变成龙，对我打击很大。为了力量，我抛下了倒地的杰兰特，拿走了黑龙的宝玉。我的背叛，竟让阿尔特里亚变成了灰烬。满心悔恨的我，必须尝试最后的办法。请和我一起，再次拯救这个世界吧。一切还没有结束，事情还没有了结，还有机会去拯救。我不会就此倒下。罗纳利亚，还没放弃吧？不能再这样，这次是最后一次了。这次一定。这里是黑山。滑动摇杆就能移动角色。你的力量到底？我真的回到了点击任务角色的那一天吗？杰兰特，贝斯科德，你在这里啊？太紧张了，你迷路了。好，我找了你好久，你们都在等你，快走吧。我记得伙伴们都在那座桥的对面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。点击攻击键，发起攻击。点击技能键就能攻击你。使用技能后，怒气值就会相应的提升，主动技能上方会显示连。除了主动技能、连续技能之外，小兵清楚的差不多了，黑龙卡拉斯，我们长久的战争是命战，黑龙卡拉斯，卡拉斯的整个基本功还不太大，我们一同奋战至今。卡莱丘，你也感觉到了吗？
还有一项对战斗相当有帮助的诀窍。通常状态下，角色都……快来试试吧！首先，向左滑动摇杆，摇杆向左滑动，同时点。太棒了，准确的闪避龙之气。开始了吗？人类，抱歉。泽兰特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刻我重复了无数次，每次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要做出新的选择，为了不再重复相同的结局，黑龙宝玉就交给你了。贝斯科德，
谢谢你的帮助。你是要去凯德拉支援的冒险家吗？如果你不在，总觉得会很无聊。你来得正好。愿女神的祝福降临所有人身上。